来，我们到室外看看福美希给我们带来的表演。第一轮，十辆车辆，巅峰风行 S500，组成20米长、27厘米高的封闭赛道，选手需要经过助跑，一字马穿过车底，黑暗与不规则的车部底盘对选手形成极大的心理障碍。三次机会，一次滑出，即为挑战成功。美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听我口令，挑战开始。第二轮难度升级，现场铺设100根横杆，每根杆子相距0.5米，选手即将挑战长度50米、高度为26厘米的超高难度障碍。不平坦的路面和选手复杂的服装都是影响挑战的不安定因素。三次机会，通过一次即挑战成功。美希的第二轮挑战，现在开始。好，来，库林姐姐发奖。一愿低飞的敏捷身姿，肢体肌肉的完美协调，平衡柔韧的极致体现，她就是速滑精灵傅美希。爱奇艺悦享品质，听我口令，挑战开始。
二轮难度升级，现场铺设100根横杆，每根杆子相距0.5米，选手即将挑战长度50米、高度为26厘米的超高难度障碍。不平坦的路面和选手复杂的服装都是影响挑战的不安定因素。3次机会，通过1次即挑战成功。美西的第二轮挑战，现在开始。来，我们到室外看看福美希给我们带来的表演。第一轮，10辆车辆，巅峰风行 S500，组成20米长、27厘米高的封闭赛道。选手需要经过助跑、一字马穿过车底，黑暗与不规则的车部底盘对选手形成极大的心理障碍。3次机会，1次滑出即为挑战成功。美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最后